南投县政府推广客家话，甲国姓乡公所做伙来举办二十场的用客语讲故事的活动。老师带这囡仔伫讲客话，虽然讲国姓乡是传统的客家庄，但过即马少年一辈讲客话的人是愈来愈少啊。我觉得很好玩，因为虽然平常没有讲客家话，可是我觉得老师会先讲一次，然后我们跟着再说一次，这样子说，就算这次没有记得的话呢，也是对未来慢慢，也许多听几次就会有帮助。为着要提升大家兴趣，老师会传真侪小礼物，甲亲子做活动。那在讲故事的时候呢，我会尽量先用客语的方式呢来说演这个故事，让孩子呢进入这个故事的情节。县府的文化局表示讲，今年配合客委会政策，伫南投县办二十场客委讲故事活动，要营造自然学习客委环境，落实客委生活化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Thank you.